男人心里没有你，这三点可以看出来。其实主要是从他的态度上来看。第一，心里有你的男人呢，不管你理不理他，只要他有时间，他都会主动联系你。那心里没有你的男人呢，可能你也不睡，都等不到他的一句消息。第二，心里有你的男人，你只要对他一点点的好，他都能开心半天。心里没有你的男人，你为他付出再多，他都会不知足，而且还觉得这是你应该做的事，理所当然的。第三，心里有你的男人会偶尔忍受你的坏脾气，因为他知道你只是一股劲儿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而且你没有你的男人，可能只会说你是在无理取闹。